中午吃啥？意面吧。我喜欢再额外放点洋葱，还有蒜末，放点橄榄油，洋葱蒜末炒香。其实这个料包不需要再加额外的料了，但是中国人做饭讲究，炒肉放点料酒、胡椒、花椒去腥，来点生抽提味儿。能用一个料包搞定的事儿，就交给他吧。有的时候中午时间紧迫，吃个意面还是很方便的。笔管面要提前煮好的，先给老大来一盘，再矫情的摆个芹菜叶。我喜欢加辣椒油，大娃喜欢放奶酪粉，放这么多呀？